那么今夜，我该同你告别。以前我的那个东方花烛夜，我知道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，对你残忍至极。可是苏苏，你不要怪我。待这一切结束之后，至少还有灵珠中的浮生一梦，可以留给你，来做个纪念。天要亮了，还有时间做些无用的事。唐太监，你啊！